由于今天是来做婚车司机在潮州嘛，所以呢，就在酒店附近找了这家店。那话说呢，潮州的卤鹅跟汕头的卤鹅是不一样，因为它这边是卤汁是甜味的。这家店呢，我找的话说是这附近的排名 number one 的摄影师找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这家店试一下潮州的卤鹅跟汕头的卤鹅有没有什么区别。只不过卤锅开始该点嘅开始啊，点住我就肯定卤鹅都有卤汤开始啊，有卤汤，白汤还是乌汤啊？白汤，加红少，加红少哦。咩字只鸡哥还是只鸡哥？再来一下。叫泥巴噶，泥巴噶，我咩特点啊？伊个叻我咩特点啊？叫灰嘛，有啲叫阿奶落咩只鸡啊？唔够肉呢个啊？伊熟咗啦，氹埋咗啦，伊氹埋咗啦，热气啊嘛，食起来有香有甜啊！你有咩事唔系白红嗰只？我头先睇到落个咩嚟事？伊个系恶嗰只？是啊，要搞多只。哦，您准备给老哥还是签名？签名您怎个跑？我签名，不就拿来奥奥五龙干了的。你奥的姐姐，爱奥的。这位老师老师三十四岁了。你改过？你到底咩企啊？是做点啊？啊。啊。我在家这里，我要跑来跑去家的，天从上下搞通知。那你总共交咩税责啊？大哥交老外。这个字我有解的，不？调准你调啊，真是。呢个，然后中年又在做咩？我老教。你老忙啲啦，你。你即系干啦，咪叫他帮我恶佢啊？咩恶？潮汕潮汕做过。潮汕话几个潮汕？能干能跳咧，最重要是不停地在网上病人啦，吓。诶，吓。呢个真得就老好啦，嘢。是。今日咪出事冇计。嗯。有几分啊？几块钱啊？这只瓜就是这样，剔针哈，一斤是55块钱嘛。然后呢，这里大概一斤三到一斤四，摆了整整的是一碟。对，不过这一碟呢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应该是有点多了，待会估计要打包。还是鹅肉是比较肥的哈，我们看到皮肉之间是有脂肪。也不是说全部都是甜的，它就是卤酱里面那个卤酱会偏甜，看来是我们潮汕那种卤酱的味道。嗯，好，都是味道。你为什么搞潮该有青色啊？青笋啊，都是爱青笋啊。哦，试一下，那我觉得应该味道是差不多的，酸酸甜甜的。卤汁带有点甜味，加上醋这种酸，那你就感觉酸酸甜甜的口味还挺好的、哦。潮州的芥蓝，它这一碟呢是炒的猪油来的，潮汕这边叫茶拉，比炒油要香多。我觉得这种呢是最好吃的，它带了一点点脂肪，然后呢又有比较多的肉，不过呢它这个我挑不到一块有带皮的，但如果带皮带脂肪再带肉的，这种是最香的。它真的是肉的结实味也有能感受到，鹅的脂肪那种香味有能感受到。你这边面都有客吃噶喂？我这都好吃，多等天花拎几个味。刚才我家乡同在落大伯，那米就是老棒，那米是个尖。哎，那面就往个潮个上一步，个卤鸡个点落去，行个味道。初头卤嗰度摆晒个椰菜味，卤椰菜个啊，哎，就冻椰味啊。嗯。但工人方风格比较传统，但比较悠悠，依家有似咁大啊。哎。都有面子。哎。面子。无落去就香料。咁就生下两条街。哎。推个市位嚟得噶，我喺度老老家好啊，老家好嘅。确实是多了，因为我们打包走吃不完。两个人大概吃7两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只吃了一半，还点了一道炒菜跟一碗的紫菜汤。然后今天的吃的大概是90多块钱嘛，它三道菜我觉得都做得还不错，特别是这道卤鹅，它有50年的功力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培训，所以卤汁做得还蛮不错的，带有点甜的这种狮头卤鹅，加上沾那一点点酸酸的醋，口味挺不错的，大家有空可以来试一下。好了，我要去拍婚车，做婚车设计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